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就是我是来自AutoMQ的存储技术负责人韩旭。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基于云原生技术帮助Apache Kafka实现弹性能力。本次分享大概分四个部分。首先，我们会介绍Apache Kafka的现状和痛点。然后我们会从计算层面去介绍我们如何实现一个无状态的 Kafka Broker 的它具有一个弹性的架构，可以秒级的伸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从存储层介绍我们新开发的一款 Elasticity 它的一个弹性架构，它可以进行一个分钟级的伸缩。最后我们会去介绍，就是我们基于原生技术，在让这个弹性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至多节省70%的 Kafka 存储成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卡夫卡的现状和痛点。左边这幅图呢，其实是一个很通常的卡夫卡三副本三节点的架构。例如说这个我们的分区 P0， 它有一个 leader 两个 follower 分别绑定在三台节点，然后这个分区 P0 的 leader 接收到数据以后会源源不断的向 follower 同步数据。当如果我们的集群，比如说我们的吞吐不够了，或者是我们的磁盘容量不够了，通常来说我们会去增加一台新的 Kafka Broker 去做负载均衡。那通常来说我们去做负载均衡的时候， Kafka 给我们提供的原生方式，我们需要手工通过它的脚本去做负载均衡，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外挂的 Cruise Control 这种自动化工具去做负载均衡。那整个负载均衡的过程大概如下，就是因为我们的 Kafka Partition 的副本是和 Broker 是处于一个计算存储绑定的，所以当我们新增一个 Kafka Broker 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在新的 Kafka Broker 节点上去增加一个 P0 的 follower， 然后新节点的这个 follower 会持续的向 leader 去复制数据，待新节点上的 P0 的 follower 数据追上 P0 leader 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将然后我们会将 P0 的 follower 加入到Kafka 的 Async 列表中，并且把它切换成 P0 的 Leader，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老节点从 Replica 列表中移除，这个才完成了负载均衡。整个负载均衡过程，我们既要复制历史的数据，还要不断的去补齐新的数据。通常来说，在生产环境中，这个负载均衡过程是小时到天级别的。从刚才的负载均衡过程中，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Apache Kafka 的现在可能我们在日常运用中会碰到的两个问题。首先，问题一是 partition 的迁移成本过高，刚才我们提到是小时到天级别的。又因为 Kafka Broker 的 partition 迁移成本过高，通常我们运维人员在为它准备容量的时候，通常我们要预计一个峰值，要为它留储容量，并且我们在这峰值之上还要有一定的预留资源，就是我们要一定 buffer 嘛，可能我们是80%的水位或者60%的水位。然后即使这些预留的资源和我们为峰值准备的资源，在低峰期这些资源就会被百般浪费掉。那其实是我们为了峰值，比如说我一天峰值跑个1GB/s，但是我平均下来可能只有200兆每秒，那其实有800兆每秒的资源我都是浪费掉了的。而且并且我们即使为我们的峰值预留资源，我们仍旧是难以去应对突发流量，因为我们可能预留了20%的资源，但是可能有些什么大促啊，或者是一些 突发流量突破我们预留的这个资源，那就会导致我们的服务受损，比如说业务发消息超时，或者是压根就卡住了啊。并且就是又因为我们排线迁移成本过高，就是迁移过程中有大量的数据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影响我们的服务质量，就我们在日常的重评过程中也会影响我们的服务质量，导致我们的发消息耗时陡增，或者是我们的拉数据出现了延时。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Kafka Broker 的话，它是计算和存储绑定的，如果我们为流量峰值准备容量，那其实我们要现在是要为这个机器的额外的存储资源进行买单。如果我们是要想要更长的保存时间，我们通常也会去扩机器，那这部分的计算资源也是浪费的。那整体下来来说呢，就是浪费资源。刚才我们提到的 partition 迁移成本过高，它本质上也是因为Kafka Broker 计算和存储绑定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把 Kafka 的数据转移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就设计了一套无状态的 Kafka Broker 弹性架构，我们将 Kafka Broker 的数据转移到了下层，然后实现了 Kafka 可以进行一个弹性伸缩。接下来我们来从架构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我们这个无状态 Kafka Broker 弹性架构总共分为三层，一个是 Kafka Broker 无状态的一个计算层，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基于云原生技术开发的一个 Elasticity， 是我们一个云原生存储层，然后最下面呢是云原生混合存储层，就是云原生混合存储层包括了 Object Storage， 还有 EBS， 还有 SSD。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中间层这个 Elasticity， 我们后面简称 ES 会讲到，是我们开发的一款就高性能、低延时、高 IPS、低成本无线存储的一个流存储平台。在原来我们知道，就是 Kafka Broker， 在原来 Kafka Broker 它是作为 Kafka 的一个存储层。那我们在 Kafka Broker 上面，首先我们通过计算存储分离，把 Kafka Broker 的数据去下沉到了 Elasticity， 实现了 Kafka 的一个无状态，然后用 Elasticity 通过多副本机制来保障 Kafka 数据的可靠性。这样的话 Kafka 相当于变成一个无状态节点，它就可以任意的伸缩，比如它爬电影飘到其他节点了以后，它只需要重新打开 Stream 就可以恢复数据。然后在原本的 Kafka 的控制面，它的 Kraft Controller， 我们修改了它的 Kraft Controller 提供了一个单副本的调度模式。因为原来的 Kafka 它的本是通过 ISR 机制嘛，如果你要把 partition 从一个 broker 调度到另外一个 broker， 是肯定是要去新增副本复制数据然后再减少副本的嘛。那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单副本调度模式，就绕过了 ISR 这条，它可以说我把 partition 调度到任意一台节点，无需复制，无需迁移，秒级调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从具体实现上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将 Kafka Block 的状态进行一个下沉的。首先，我们可能因为我卡夫卡的同学会知道，就是卡夫卡底层的存储是首先是 log segment 嘛，不 log local log， 然后 local log 下面是由很多 log segment 组成的。然后我们是通过卡夫卡的最小存储单元 log segment 进行一个代码切面，将卡夫卡的数据进行了映射，就是把它的 log segment 映射到我们的 stream 进行了一个数据的转移。而且并且这么小的代码我们只切面的 log segment， 然后复用了上层几乎比如说 topic connection 啊，然后事物几乎所有的逻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兼容，并且又是因为这么小的代码切面，为我们后续和 Kafka 社区持续演进也提供了可能。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Kafka 的一个新发行版，而不是说重新造个轮子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左边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就是通常 Kafka Broker 里面Kafka 的 partition 具有以下数据。首先是它会切分成 log segment， 然后还有一些 partition 维度元数据。首先从 log segment 来看，它通常也是有点 date， 点 date 的话是我们的数据会存在里面，点 index 的话是 Kafka 的稀疏索引，然后点 transaction index 是 Kafka 存储 about 事物的，然后点 time index 是 Kafka 的稀疏的时间索引。然后我们会把点 date 和点 index 统一映射到一个 stream 里面去，然后点 transaction index 映射到一个 transaction stream 里面，然后点 time index 映射到 time stream 里面，然后剩 partition 维度的其他元数据我们会映射到 meta stream 里面，就比如说这个点 snapshot， 我们可能知道它是那个事物密等信息的存储，然后 checkpoint 会存储它 partition 切换的时候一个 epoch 啊，或者是它的 recover point 和它是否是 clean shut down 一些元信息。通过整个数据映射，我们就把 Kafka Broker 所有的本地文件进行了一个下沉。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把 Kafka 的所有的本地数据进行下沉以后，我们的这个负载均衡流程会和原来有什么不同？就假设我们原集群的初始状态是只有 Kafka Broker 0和 Kafka Broker 1，
然后这两个台 broker 节点上分别承载了就是从 P0 到 P5 六个 partition，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集群的容量不够了，我们会增加一个 Kafka broker 2。这时候 key route controller 它会决策出，就是我想进行一个 partition 的，首先是 partition 的数量均衡吧，就最简单一个负载均衡的策略。他想说把 P1 和 P4 分别都切到 Kafka broker 2，这时候它的负载均衡流程是怎么样子呢？我们以 P1 来举例，就分区 P1 来举例。首先 Kafka KRAF 的 controller 会从 P1 的副本列表中移出 broker 0，这时候 Kafka broker 0接收到这个从 KRAF 的 log 订阅到这个事件以后，它会进行一个 partition 的 UR 关闭，然后 UR 关闭反流程就是阻止流量新进入，然后去做 UR 关闭的 checkpoint， 然后并且关闭底层的 stream。然后 Kafka broker 0关闭完以后，它会反向去通知 controller 进行一个重新选举，这时候 controller 就会去挑选一个负载比较低的节点，那这里就是 Kafka broker 2，就比如说把它的就 P1 的副本列表里面再增加 Kafka broker 2，这时候 Kafka broker 2增加的进到这个事件以后，它就会把 partition 打开，然后打开的过程就打开下面的 stream 就好了，并且从 checkpoint 开始恢复整个负载均衡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无数据复制的，仅需要几个 RPC， 那相比原来 Kafka Broker 它是一个秒级迁移。刚才我们说到了，既然我们对 Kafka Broker 做到这么低成本的partition 迁移，那如果我们再结合 operator 去持续的监测 Kafka Broker Matrix， 并且根据集群水位去生成一个 Kafka Broker 的扩缩容决策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实现按量付费。比如说中午峰值高的时候我多扩点，然后到峰值低的时候我把这个资源再释放掉，真的实现了 PSU Go， 你无需再为峰值准备容量，也节省了我们运维人员的负担。因为我知道就是运维过卡夫卡的同学会知道，就是你平时去做负载均衡是很痛苦的，因为时间比较长，而且是会影响业务。对比这个图转成 PPT 有点问题了，对比原来的卡夫卡 broker， 就原来卡夫卡 broker 的话，首先是你不仅要为峰值准备容量，就是浪费了资源，然后应对突发流量的时候，因为你扩容partition 迁移的时间太高，可能你等你迁完以后这个峰值又下去了，对吧？你还无法依然分段流量峰值流量。然后我们的 service Kafka broker 就可能实现真正的按量付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们通过把 Kafka broker 的状态下沉实现了 Kafka broker 的弹性架构。那如果我们的 Elex Stream， 就是我们被就是承载 Kafka 数据的那个分布式存储，如果它没有实现一个弹性架构的话，那本质上只是说把问题转移了，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我们把 Elex Stream 也实现成了一个弹性架构。讲 Elex Stream 弹性架构之前，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设想的说一个现代的云原生流存储平台应该具备什么特质。首先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低成本，然后是可以秒级弹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硬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 Elasticity 弹性架构是如何去实现上面的三点。首先最上面是我们的 Elasticity SDK 提供了一个 stream 抽象，在用户数据写入这个 SDK 的时候，它会新型上出写入到各个 Range Server， 通过 Range Server 的多副本来保证数据的高可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tream 是进行了一个数据 Range 数据分段，每个 Range 只负责一段数据，通过这种 Range 数据分段的模式，也是会给我们的 stream 提供了一个弹性的能力，这个等会在后面会讲到。然后右上角的话是我们的 placement driver， 是我们的元数据管理中心，现在是我们整个集群的大脑，它负责我们的 range 的调度和分布。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数据面，是我们的 range server 集群。
Range Server 是什么呢？ Range Server 是我们把它定位是说它是对象存储的一个高性能高 LPS 低延时的一个缓冲层，它基于目前就当下的流行技术来实现。比如说我们是使用了 native 语言 Rust 来编写的，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 GC 的 overhead， 可以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一个延时。然后我们是采用了 TPC 的一个无锁架构，Thread Protocol， 没有上下文切换，也不用加锁来等待。然后我们底层的 IO 是使用 IO Ring 来进行一个异步 IO，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从网络到写入一个 run to complete。然后还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就是 Ring Server 下面还有个对象存储，我们 Ring Server 和传统的分布式存储的数据节点会不同啊。我们 Ring Server 通常它只需要 GB 级的磁盘容量，但数据写入到 Ring Server 以后，它会实时暂批上传到 S3， 上传到 S3 以后，这部分数据就可以释放了。这种组合模式，ElasticStream 整体上就可以提供一个高性能、低延时、高 LPS， 然后低成本、无限容量的 Stream 存储服务。然后我们基于刚才说到的架构，我们来看一下，就 ElasticStream 是怎么实现一个秒级弹性扩容的。假设我们 Range Server 集群里面，原来只有 Range Server 012三台节点，对吧？然后我上层 SDK 打开这个 Stream 也只有 Range 012三个 Stream， 三个 Range。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流量不够了，流量的容量不够了，我们会新增一个 Range Server 3，这时候新节点加入，然后我们的元数据中心就 Placement Driver 会监测到这个集群不平衡的一个事件，流量不平衡的事件。首先我们的 Placement Driver 会选择一个负载偏高的 Range Server 触发流量重平衡，比如说我们这边选择的就是 Range Server 1，然后 Range Server 1就会在 Range 2写入的响应中添加各位标记，那么我们的 SDK 收到这个各位标记以后，它就会知道 Range Server 0是处于一个过载状态，这时候它就会把 Range 2进行一个封存，并且创建一个新的 Range 3来进行写入。那这边它创建 Range 3的时候，它就会向 Placement Driver 请求创建新的 Range 3，然后 Placement Driver 会根据它当前集群的负载选择谁来负责 Range 3的副本，就比如说这里就是 Range Server 2和 Range Server 3会负责 Range 3的副本，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秒级的 Range Server 的流量负载均衡。来讲一下，就是可能有些同学会有一点疑问，就是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的数据是可以秒级转移了，那不，你也是说你的流量可以秒级转移的，那你的数据平衡怎么办？这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的 Range Server 它写入以后，它会实时暂批上传到 S3， 所以它本地不会有多少数据，所以我们不需要做数据的重平衡，我们只需要管好流量就好了。刚刚说了扩容，我们来说一下缩容。通常来说，对于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扩容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你像 DFS 或者什么样子的，你扩容它也是有数据分段的机制可以快速迁移过去。但是缩容的话，对于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来说，你要去通常你要去完成那些副本补齐以后，你才可以去做到一个安全的缩容。那我们的 ElasticStream 呢，它其实是可以实现一个分钟级的缩容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举例子说 Range Server 1的一个缩容流程来说，首先流量转移的流程其实是和扩容一致的，它只需要把所有写给它的请求添加各位标，这时候它上面的 Range 都会被封存掉并且流量转移，并且就是这个 Placement Driver 也不再会给它分配新的 Range。 然后我们再看存储转移，我们说存储转移是分钟级的，因为就是我们的 Range Server 就是运行过程中会持续的展批异步上传到 S3， 所以在我们的 Range Server 1缩容前置的进写之后，我们只需要等待上传进度的追齐，这个时间通常来说是分钟级的，就我们为了安全考虑是按分钟级来算。
但上传完以后，这个论据思维就可以被安全缩容掉了。好，这边就讲完了我们的这个 ElastStream 的一个弹性架构。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现在是说我们从计算层和存储层分别实现了弹性，那其实我们就基于这个弹性可以做 serverless， 那其实通过 serverless 我们既可以节省大部分的你可以说是 ECS 或者 EC2 的成本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利用其他的云技术去更节省更多的成本，就比如我们 70% 的成本我们是怎么达到的。所以我们看这一张，就我们认为啊，就是一个云原生应用，就可能就是大家都会定义自己是云原生应用。那我们怎么定义云原生应用呢？我们定义云原生应用就是说我们能充分发挥云计算的优势，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云原生应用。那我们既然要充分发挥云计算的优势，那云计算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对象存储。对象存储是云计算中，就应该是说云服务中最具有性价比的服务，它有无限的容量，超低的成本。但是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对象存储它通常来说它的写入或者读取延时是比较高的，通常会来说是大于100毫秒，并且它的 LPS 会比较低，相对于本地磁盘或者说相对于内存来说它的 LPS 比较低。那我们就是整个架构是怎么应用好这个对象存储的呢？在介绍这个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系统的数据在我们整个系统数据的分布，就是分为就是内存、磁盘和对象存储，然后就是内存就是 SDK， 磁盘就是我们 Running Server， 然后对象存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不同存储介质的它一些特性。我们知道内存 LPS 这个东西就可以不用说了，它通常来说是纳秒级延时，我们也不会关心它的 LPS 啊。但是它的内存大小通常来说是 GB 级别的，并且它是一个易失性存储。那我们通常用它来做一些热数据缓存，这样的话，比如说在那流场景针对这些追尾读，我们就可以缓存下来，然后立马返回。然后磁盘。现代化的硬件啊，就磁盘它起一个很高的 LPS 了，比如说三星的某块盘它就有25万的 LPS， 然后它的延时也是达到了优秒级别，然后它的磁盘空间呢通常来说是 GB 到 TB 级别的，通常来说我们会用它来持久化数据，并且在上面增加一层多副本来保障我们的单机数据容灾。然后对象存储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是 LPS 比较低，它其实不是比较低，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它 LPS 要收钱，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比较低。然后它延时比较高，它的优势就是很大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规模效应嘛，它的存储容量是无限的，然后它的成本相比磁盘只有70%。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写入流程，我们的写入流程是怎么去平衡这些不同介质带它的特点的。比如说我们的数据从 SDK 写入以后，它首先会先行写入到不同的 Range Server， 然后 Range Server 它本地磁盘持久化以后就会返回给上层 SDK， 告诉它写成功了，然后 SDK 如果接受到多数派的响应，它就会告诉用户写成功了。这里用户感知到的 LPS 相当于是磁盘的 LPS 乘以机器数，然后它感受到的延时就是毫秒级别。然后 Range Server 接收到数据以后，它会把这些高频的小数据包转化成低频的大数据包上传到 S3， 这样的话用户既能享受到性能高 IPS 低延时的写入，又能享受到对象存储带上来的低成本和无限存储容量。刚才讲了对象存储，其实对象存储在大部分云产品上已经用了算挺广泛的。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可能不被大家发掘的一个云产品吧，就是云盘或者说 EBS。 我们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就是我们 Stream 会进行一个 Range 分段，我们的 Range 分段数
的设计其实是已经把我们整个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进行了一个分离。我们知道我们通常依赖的云盘它底层也是多副本或者是透过鸠山码来保证一个数据可靠性的。那如果我们再在上面去做一层副本的话，其实上来说是成本浪费。那如果我们去利用好云盘的这个数据可靠性，那其实我们上面的存储成本和计算成本都可以进行一个节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无状态 Kafka Broker 架构是如何通过单副本的模式，就云盘单副本的模式，也可以保证这个 RPO 等于零，然后整体的 RTO 是等于秒级到分钟级。我们先看一下左边最左边的这个图啊，我们先看一下 Kafka Broker 宕机的场景，然后下面是我们的 Elasticity 嘛，然后 Kafka Broker 宕机，我们 Elasticity 的数据仍旧存在。那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流量迁移步骤，那其实它只需要在存活的 broker 重新打开 partition 对应的 stream 就好了。那这里的 RPO 等于零，然后写入和读取的 RTO 是等于 Kafka broker， 应该是说 Kafka controller 检测到 Kafka broker 宕机的时间，并且把它迁移过去。因为我们迁移成本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就几个 RPC 嘛，迁移成本很低。然后这个就是 Kafka Broker 宕机的场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ElecStream， 就是我们的 ElecStream 里面的 Range Server 宕机场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首先我们有两台 Range Server， 然后分别负责了 Range 0和负责就只负责 Range 0。然后我们的 Stream 现在正在写的是 Range 0。这时候我们的 Range Server 宕机了，那其实我们 Range 0就不可写了嘛。那我们的 SDK 首先就监测到写入超时以后，它会把 range 0进行一个封存，并且新开一个 range 进行写入。这时候你想想写入就转移了。然后对于读取呢，首先stream 场景最大的是追尾读，那追尾读的数据它是缓存在 cache 中的，所以对于追尾读的场景它读是不受影响的。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 Range Server 会实时展批上传数据到 S3， 那所以就是冷数据读取也是不受影响的。那受影响的就是分钟级的一些温数据。那这些温数据什么时候可以读呢？那就等我们的 Range Server 重新把盘，就是一台新的 Range Server 重新把盘挂上，那这个在 Kafka S 层面的方向是分钟级的。所以在这种 Range Server 宕机的场景上来说，它的RPO 还是零，写 RTO 是秒级的，就监测到超时然后切换，然后读 RTO 整体算下来是分钟级的，也是最大是分钟级的。就通过刚才的介绍吧，反正就是一个是我们的 Elasticity， 比如我们整个的弹性架构，你通过 Service 化节省很多计算成本，然后你通过对象存储还有 EBS 又可以减少很多存储成本，整体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整体 70% 的成本节约。然后我的分享到此结束了，然后前面提到的项目均已开源，大家到时候可以 start 或者提问题或者技术交流。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群，大家可以加入技术交流。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边可能是这样子的，你是说 EC2 层面是吧？首先 EC2 层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你什么 head room， 相当于是我们会为我们的K8S 的调度 pod 留个池子，就相当于可能留一台机器。首先 EC2 这个初始化的时间可以省下来，但是你说 pod 拉起那个，确实会时间。但是我们这边说的秒级扩容，其实是说更多想强调的是说机器上来以后我们的流量可以秒级重平衡掉，可能这边限制说的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完善。所以就是提前要准备一些 buffer 池对吧？
会有一定的 header room。因为你 EC2 可能你从零开始拉起来的时间还是要几分钟的嘛。这点的 EC2 的 buffer 还是要的。目前对于就是部署到用户租户的这种是没有缩零的，但是对于公用云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缩零的，就是你公用云如果是搞多租的话，就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可以缩零。因为缩零其实本质上它也是通常来说是在公用云比较好做嘛，因为你前置可能有个流量拦截器嘛，然后监测到流量的时候再把那个服务拉起来，如果只是部署到自己的私有 IDC 或者是部署到自己的 VPC， 那有一台机器和你在前面搞一个流量检测器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还有同学有其他问题吗？数据是采用的是一个单副本的那个，就在 broker 层面它采用的是一个单副本的，是吧？就是利用它底层的那个 stream 的方式来实现它的多副本机制。是的，就是它在 Kafka broker 层面，它感知到是单副本，它通过单副本来调度，然后写到 stream 里面会进行一个多副本的一个复制。那样的话，我问个问题啊，就是你当这个某一个 Kafka 的这个 broker 它宕机了，那这个 broker 上它所那个处理的这些 topic， 它让它那个。或者这个 broker 可能宕机了之后一直慢滑起不来，那这个怎么让它这个上面原有的负载就是迁移到其他的 broker 上面去？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对它的 Keras controller 也进行了改造，使它可以在单副本情况下进行调度。相当于是说 Keras controller 监测到你 broker 宕机了，它就暴力的把你这个 broker 所负责的 partition 它下面的 replica 改成其他机器，就和我们这个扩容流程也是一样的。它是怎么监测的呢？它就是相当于是它这个 controller 和这个 broker 之间它的发现它有心跳，心跳就是可能连不上了，是吧？是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那个 controller 和那个就是 broker 之间的心跳停了，然后这个 controller 认为你这个 broker 宕机了，但实际上呢它可能这个 broker 还是它本身没有挂，然后它和客户端之间的那个连接还是连着的，客户端还持续往它那边发送的数据。我明白你是说双开嘛，对吧？对。双开的话，然后你肯定又把它那个就是强制的切换到了另一个 broker 上面。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 stream open 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 epoch， 就有点像 Kafka partition 的 epoch 一样，就 epoch 是新开的话是递增的嘛。相当于是说在新节点打开这个 partition 的时候，它打下面打开 stream， 它的 epoch 是更加新的，然后它打开以后会阻断老的 partition 进行一个写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双开出现脏数据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就是感觉和那个就是 Apache parser 它使用的那个就是底层的那个存储啊 bookkeeper， 它就是从原理上面就有一些类似，因为你们在做这个 stream 的时候就是应该也是了解过这一块，那么跟这个 bookkeeper 相比的话它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稍等我这边转我看一下。对，从它的那个协议的特点，包括对，就是首先对比上来说，对吧？如果是 Elasticity 和 Bookkeeper 对比的，我应该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复制协议其实是师承一派，这个复制协议其实都是和 DFS 类似的嘛。我们其实是更多是参考阿里云的一个存储系统盘古来设计的，就是这种分段，然后通过。中心的一个 controller 来进行决策嘛，就是这种分段设计，我觉得这是相似的。然后我们更加不同的一点的话，其实是说就是可能从实现层面上来说，我们是用一个 native 语言，就无 GC， 就比如我们用 Rust 语言来编写的，这样的话是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可预测的一个延时。
然后我们面向了现代硬件编程，然后采用 TPC 架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着 CPU 的核数变多，我们可以线性扩展啊，因为 TPC 架构的话就是你不需要参加文切换，然后我们线程之间也不会有交互，因为你线程之间有交互的话，比如说你要加锁啊，那其实你的性能并不能随着核数而线性扩展嘛。然后我们底层的 I/O 是用了 ILU Ring， 那就比较新的一部 I/O 技术，这样的话可以充分发挥现代的硬件的优势，提供一个可预期的延时。然后并且我们底层的 Ring Server 它可能定位，刚才我也提到了吧，它定位不同，它其实本质上定位是一个对象存储的一个高性能，不应该是说高 IOPS 低延时的一个缓冲程，它定位并不是说存大量的，不像那个 Bookkeeper 的可能 Node 是存大量数据的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Stream 流量是统一写到一个窝里面，就我们是现在是磁盘吞吐有多大，我们就可以提供多大的吞吐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还有同学，哎，海旭老师你好，就是我看就是咱们在那个原生的卡夫卡上加了一层就是 ES。你继续说。对，然后在加完 ES 过后，其实整体的其实有点像 parser 的，其实存储计算有分开了，只是说 ES 现在它承担的责任是一个缓冲层，但是其实加了缓冲层跟真就是比如说底层对象存储层的话，整体的系统架构和组件会变得更多。那按照正常的来说，就是那个稳定性或者是 SLA 的话会更小，因为整体大家的稳定性的计算的话要通过各个组件就做一个乘法嘛，所以整体的稳定性可能会更差一点。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咱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我们监测或者是处理这样的问题。好，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有个前提啊，就是说和 Parsa 比较像这个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OK， 首先我觉得它和 Parsa 并不像， Parsa 它其实是基于它自己的 Parsa 上面去套了一层 proxy 对吧。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小的切面，只是在存储层稍微切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功能兼容和其他的卡夫卡的各种写入路径其实和卡夫卡是完全一致的。从功能上从架构切面上来说，它达到了功能的一个完备性，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说自己去实现能实现得很好，我觉得达到100%功能兼容，我也觉得很牛逼啊。然后从这个可用性上来说，如果是单纯比如说你什么上层的 proxy 或者 Kafka broker 你觉得是几个九就可要，然后下层又是几个九能可用，然后乘一下自然而然会推算出那可用性嘛，就是推算出一个最终的可用性。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块确实会受影响，但是我们这个架构它其实是会提供比原生 Kafka broker 你在运维的时候更加好的可用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你在运维的过程中，比如扩缩的过程中，你上层业务感知到的延时，就因为你老的要复制嘛，抢磁盘，那你上层感知到延时就会更大，然后你整个 partition 迁移的时间也会更长。那我们是秒级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端到端用户看到的上来说，我觉得可用性是会变高的啊。从理论上说是每个系统几个九几个九乘下来说，哎，确实可用性是会变低，但是我觉得结合这些特性来看，从用户侧感知到的是会变高的。嗯 ，OK， 好的，了解，谢谢。还有第二个小问题，其实很多对象存储其实他们最前面其实也是有一层缓冲层的，就是因为对象存储本身用的是一些廉价的一些硬件，所以说他们提供的是无线的存储。然后但是呢，很多为了就是写入的 TPS 或者吞吐很大的话，大部分都在就是对象存储的前面都会放一层高速缓冲，就一般都是用的非常高可靠的 SSD。 对，相比于这一块的话，我有这种想法，就是说 ES 这一层跟那个底层就是对象存储的这一层高速缓冲是不是有点浪费了？是这样子，我们这边缓冲
就主要是从成本来考量，你缓冲一阵子，你就可以攒更多的数据，那你最终的 API 调用次数会更少，那就更加省钱。哦，明白明白，是的，那个对象存储底层它是靠调用次数跟你的时间，是的，它跟对象存储就是根据调用次数和存储的容量来收钱的嘛。哎，和时间，嗯，是的，就我们要从云上去抠抠缩缩。OK， 明白明白，哎，好的，谢谢韩旭老师。